诺。有哪种？对对对，我妈妈的 idea， 我妈就说你头上一定要放一个蛋糕。哦。对，而且原本她原本还要放叉子在我头上，我说你为什么？这真的很不真，对不对？因为很难得我妆这么浓。意思一下。放叉子在头上就不雅观了、啊，放锯子在脖子上可以。这大过年呢、欸，大过年好吗？而且我这个专辑很适合你。贵节目、哎，就是贪吃冒险、哎，我把所有的美食都写在里面，而且是我自己写的词。哇，你还自己写的词？对对对对对。你多才多艺，妈知道吗？妈最近也是刚知道我会写词，很意外，很开心，而且里头有 rap， 大口大口吃，对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我一定喜欢，爱死了。谢谢谢谢大家。我们节目有主题曲啦啊！好了，现在两边呢都要有分别用两句话来拜年，好不好？那我。